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静宝。我和妈妈呢，今天从学校回来了。大家不是都很好奇我家装修后的样子吗？其实呢，也没有多大的变化，只不过就是掉了一下顶，是吧？你期待不？我也挺期待的。可惜我们现在进不去家呀，怎么办？要没拿钥匙。对，然后等着姑父来给我们送钥匙。对。一会儿带你们看一下，满足你们的好奇心，对不对？对。开不开吗？开不开？妈妈来开了。好，摘不下来，摘不下来，先不摘，把东西拿回来，乖乖。能垫得动不？静宝的衣服，哎，穿不着的衣服全部拿回来了。都开开了。开吧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呢？大家看一下，来打开灯看一下，乖乖。这边呀。哎，把灯打开。对，姑姑说这个灯有三种颜色呢，你试一下。这个灯其实是很漂亮的，是不是金宝？对。但是在手机里面怎么看着一点都不显呢？是不是？是的，它没有那种沙分的效果。你看在手机里面看着就是一个白白的灯。再给大家开一下试试。这是黄色，这是一个强光，这是一个弱光，在手机里面看着就是全部都是一样的。怎么样感觉？还行。还行。没有达到你的满意是吗？还行。是的。感觉比之前好多了，你看。然后呢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墙，估计这里还没有，就是说干透。对，干透。然后呢，就是全部贴的是这种胶纸，然后现在这儿固定着呢，墙是这种板材的这种，那边也是。之前的墙是贴的那个墙纸粘的，看着乱七八糟的。然后等晚上有空的话，给擦一下。那床头柜咋办？床头柜等一会儿咱们搬过来呀，整理一下嘛，好不好？然后家里没网了。静宝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家里没网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还有就是桌子上，哎呀，空荡荡的。等一会儿我们拍一期沉浸式的整理书桌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把我们的书桌整理一下。但是我的平板快没电了，我先给我的平板充电。行，先充电吧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边。原来这里是有一个开关的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这里是有一个开关的。现在给接了一个插座在这里，有电吗？行，先充电吧。抽屉没动，你看你的东西还原封不动的在这里，就是把上面的东西给清理了。然后你看之前上面这些也要擦一下，你看多脏是不是？全部擦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吃饭，等一会儿再拍一个沉浸式整理书桌，怎么样？行，但是我得先把我的文具盒给装上去。装文具盒？我自己的贴纸。先不装饰了吧，姑姑让咱们赶快去吃饭呢，好不好？行。回来再弄吧，好不好？嗯。